哎哈喽大家好，我杰森，我们现在呢人已经到了这个新竹了啊，已经到新竹了，我们来吃饭，出来新竹玩两天一夜。然后呢问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司机要带我们去哪里吃饭。哎，那个我们要去吃什么？我们要去吃永福胡椒鸡肉鸡啊。永福胡椒猪什么鸡肉鸡啊，猪肉鸡，猪肉鸡，猪肉鸡，永福胡椒猪肉鸡，他说是你的观众推荐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没错，那观众推荐的，如果好吃的话，等一下汤底要点永福胡椒猪肉鸡，好吗？OK， 你的牙齿量也会在里面，没有问题，好吗？会很远吗？会很远吗？不会了，不会，是不是？那是我走反的啦，你走反的是不是？哎呦，你在搞事哦！哦，这边可以回，你圈可以回转吗？不要当三宝。OK OK， 好 OK， 那我们现在就要过去那边。那跟各位讲一下我们目前住的这间饭店的一个简单的概况，就是后面五千，五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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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简单的概况就是呢，很像英仔，英仔，好不好？那红林他说那个，他说刚有灵体在我的背上。哦，打嘴炮啦，大家打嘴炮，这东西不要开玩笑，我们开玩笑哦，我们几个自己打嘴炮而已，开玩笑。最奇怪的是，他的灯的地方为什么都装喇叭？对，很奇怪。该装的地方都装喇叭。对，很奇怪，我无解。啊、我们那间、啊，对，我们那间跟炮房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等一下简单的导览给各位看一下那个炮房样子。OK， 那我们要去吃永福椒鸡。OK， 你这脸是啥小？从那边偷跑出来是怎样？好 ，OK， 好了，这个开头已经讲了一分多钟，我们要去吃永福椒鸡。OK， 拜拜。我就要来吃这个墨鱼砖啦、啊。他说这是必点，对不对？它口感很奇怪，它很 Q， 然后很像墨鱼香肠，然后变成那种比较 Q 的感觉。花枝丸长方形。对，长方形的花枝丸，然后有墨鱼香肠的味道。然后重点是他们家的酱料很强，他们家酱料很强。我用的是那个什么豆乳腐乳酱吧。那腐乳酱很香，我觉得。然后它的蒜泥味道很重，它蒜泥的香味很重，我觉得很屌。那我们现在涮一片生野有机猪，对，野鸡生野猪，对不对？有机有机生野。有机的 ，OK， 没有加农药的，知道吗？试一下。小毛说，小毛说这是有机的，没有加农药。OK， 一定要吃一下，好不好？吃一下。我们涮一下肉。你说这是怎样？有机是不是？有机是不是？没有农药是不是？没有农药。好不好？啊，好吃吗？你觉得好吃吗？就吃你的话。
啊，你讲那么多屁话，重啊，小怎样啊？我觉得普通啊，就还好。冰的是不是？你是拿我刚放下去不到一分钟没有？我刚有一个刚放下去，这个猪肉。老实说，我觉得它的猪还蛮好吃的。它比猪五花又来的没那么肥，我是这样觉得。它没有猪五花那么的肥的，那么重的油腻感。有机的，没有打药。对，没有打药，小毛都没有打药，有机的，所以那油腻感就没那么重。那我个人就觉得就是一派胡言。反正我觉得它这个肉确实是有好一点，就油腻的感觉比较少。因为我觉得猪五花吃那种太油腻的那种感觉，吃起来吃多了会蛮不爽。然后这个水莲溪这个汤，哇操你妈的，好辣，干嘛？这水莲有点辣呀，我操！哇，这也太 Q 了！肉很多好吃，肉很多很重，然后大家就这样，反正我们吃的东西就这一些而已，没有什么特别。然后我们还要点那个什么虾仁姜，那我还没吃，是虾姜吗？对，没有。哇，红林捞给我的虾姜哦，吃一下。本来就不吃，就他直接帮我捞一颗，吃一下。的虾姜。它跟一般火锅料那种虾姜比较不一样，就跟一般火锅店的那种虾姜，它确实是有虾。然后至于口感呢，我觉得就。真的都是被那个什么胡椒给抢掉了，它有点，它还是有点淡淡的虾子的鲜甜味。可是你就是讨厌胡椒，那干娘的胡椒真的很抢戏啊！我怎么办法？那胡椒真的有把一些味道都给抢掉。我觉得我们应该点个原味的就好。我自己是这样觉得，个人浅见。但不得不说啊，这个胡椒本来就是他们家的特色，所以说呢，来吃这个之前我都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好不好？还可以，还可以接受。哎，好，大家好，我们刚才已经吃完了我们这个什么，我们刚吃到什么永福胡椒焗绿鸡，永福什么永福焗绿鸡，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永福胡椒焗绿鸡，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叫什么，这边叫什么地方，因为夏季三角，夏季三角，好不好，红莲北的一个schedule 一个行程的概念，但是你从这边之后没有排过行程，那这一次他这边没有排过行程，他这次终于排了一个好行程，你看，哇，终于排了这个好行程，而且我今天也介绍一个蛮好吃的东西，对，因为想说我的观众还完全没跟我讲，就是刚刚觉得累累的，我一开始想说，看，等一下我的观众还没跟我讲，就是一些可能是英皇啊，一些有的没，其他可能比较小吃类一点，哎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这个火锅的也有点东西。假的，来一下，是的。哦，你们刚看到前面讲的嘛，反正我个人只是觉得汤，我觉得味道比较重了一点，其他我就觉得不错，好不好？这种地方跟三个男生一起来，感觉挺奇妙的，挺耳，对，挺耳，但是没关系啊，还是要去晃一下，去一下晃。你们等一下，我看到晚上我拍一点雷在看东西。来，王者，你觉得？你一个男，一个大男人跟三个男人你上来是什么样的感受？为什么你要把我排除在外？为什么是一个大男人跟三个男人，不是我们四个男人一起上来？没有啊，刚刚赖王你就语带保留，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嘛。他的话你不用信、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进去了嘛。那里面的话，我应该可能就拍一点点就好，试一下给他们拍，我就拍一下我们可能喝什么东西，然后给你拍个夜景就好。OK， 就这样，拜拜。不然是好没味道。